要我喝奶茶吗？是要我要喝爹爹。来来，你把姑姐的魂框看清楚。蒙教主跟俏宝贝，一奶俏宝贝，我们从这边先看，他们今天怎么展现？你知道吗？对，他们为你摇一杯珍珠奶茶。互动，尽量上下游。我们刚在彩排的时候，曾经摇到脱框而出。里面的本源脱框而出，还是对，太用力了，太用力。要塞紧，塞紧啊！来来，第一位，请摇奶。你看，像这种就是我玩。你按那闹 shake 上下嘞，上下，上下。我想，它的绿豆好特别，感受如何？怎么样？它的绿豆没有太。欢乐融融啦，但是就协调性，但人家不专业啊，他只是特别啊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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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好，来来来来，看另外一位，来走一下，摇出一个水乳茶，你要一二三 shake， 还珠格格。只能这样子来做选择了。马国贤先生是二选一，请选择。我选择一奶蒙教主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是选择这一边？为什么不选？因为我刚刚前面有讲到了，就是胸跟腿是我比较在意的啊，腿的对对对啊，所以照比例来看，蒙教主他是非常适合我的哦，两个点都符合。OK， 那他就是遗珠了。趁你不要的，好吧，来，遗珠请出场，欢迎。哇哇哇！惊为天人呢，跟大家自介绍自己，介绍自己。大家好，我是许维安。哎，维安，维安啦。哎，许维安，那长这么漂亮，你是出写真集啊？对，再见耶。那为什么刚刚你摇那个奶茶摇得那么尴尬呢？对啊，我回去练习。对啊，为什么想要出写真集呢？写真书。嗯，因为其实我之前有出过第一本写真，但是就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出的文青风，然后这一本都是比较大尺度。哦，是。那这写真书将来有什么样的社会公益吗？对啊。拿出版就是对社会的一种公益了，对不对？不是公益了，造福男性，是一种工具书了。对，哦，也是。怎么宣传？工具书就是好看啊，然后也这个也蛮好使用，就是大家一起来这样看的啊。你可以讲真心话，讲什么？你好过于兴奋，你不要紧张。茶余饭后就可以说啊，写真集好棒啊！什么时候要发行呢？现在已经开始在预购了啊，对，然后我还有海报，卖好不好？巨型啊，巨型，好好好，我超巨型，哇，好超级啊，真的是巨型的海报，我的赞啊，我放床单呢，听不掉，好，海报是也是跟着书一起卖，就是周边商品，你应该做浴巾的，这感觉是免费，对，周边商品的，让宅男有浴巾，我觉得做一些抱枕、抱枕之类的，这个棉被套了，希望想获得他写真书的就准备。去预购一下许维安，加油一下，好吧！再次谢谢，好，来来，我们保重休息。依然蒙教主来来哦，国贤是来继续。这位是你要蓝门，有没有看到他的腿型吸引了你？蓝门出场，蓝门，原现级演员，来来来。哇塞，是演员，哇，演员，哎呦，好久不见，哎，对对对，来来，可以下来可以吗？国贤哥害羞死了，我觉得国贤哥没有，国贤哥腼腆，没有很兴奋哦，站那边就可以，他腼腆的，对啊，你都吃肉，我们喝一点汤，你都不行，我就是怕被你请走了，凭什么走，对不对？吃肉，袁宪哥是不是正人君子？嗯。抓到，我不容置疑。我这么正经的人，阿力刚刚用正犹豫要想，我就整个名声败坏了。他是因为喜欢宪哥而紧张，害羞。国贤哥他选中了你，哎，对啊对啊，对他的感觉是如何？他曾经有说过他喜欢我。哦，在什么地方？哎呦，就是我们一起录节目的时候，节目上趁乱告白，公开场合。对啊对啊，如果他真心的对你展开追求，你会？动心吗？可是我好像听过他会去酒店。怎么那么尴尬？直接就讲出来。然后人讲，这么伤害我的干嘛？对啊，你讲那么低调，我们怎么录嘛？对，那我
是有时候交际应酬，名声臭掉了，在所难免啊，对不对？好好笑啊！展开追求没有办法动心嘛。如果不去的话就可以。不去，赶快戒掉。你如果跟他交往哦，你的荷包一定满满。怎么？哎呦，他帮扶来了。哎，对啊，你跟他交往又省掉这一笔开销。很重要嘛，荷包我可以赚到钱啊，但是你会找腰，腰出来那么整，来我们立刻给他们互动一下，爱的抖抖抱，爱的抖抖抱，男生手贴地桌布，帮女生把衬衫扣子扣上，好的，那个口白只有一句，亲爱的，我帮你把扣子扣上，就这样，好吧，好，开始。亲爱的会紧张吗？超紧张，因为那个姿势太亲密。放心，放心，对，我会慢慢的磕，一颗一颗。怎么光是讲前奏就觉得有点不舒服的感觉？对啊，很青涩的。我们要来了，哎，又来了，哎。最后一刻，他在爬步呢。等一下，最后一刻就要扣完这些扣。爬兵线，爬兵线。来了，可不可以啊？有了，对，干嘛啦？先哥，明明强度快的，最后我这个真的危险，这个回到就中了。危险区，这要靠你的定力的。忍住，要有定量。那个一块真的啦，你居然试看看。不好意思，我不要。哎，国贤哥，去，麻烦你哦。人家女生怕太凶，一定要抬那么高吗？真的。我抖的嘞，触电啊，触电的那种，抖的嘞，触电的那种感觉。OK， 当他朋友艺能界里面经常有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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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